圈的新妈们，胡可爱子心切引老公醋意大发，姚晨当妈了，郭晶晶当妈了，娱乐圈的新晋新妈是一个接着一个。昨晚在话剧推拿的舞台上，我们就看到了新妈胡可的身影。第二次登上话剧舞台的胡可，此次将一位盲人美女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受到不少观众的一致好评。虽然首演未见沙溢踪影，但胡可没有丝毫抱怨，并透露沙溢经常在家替自己分担家务，是个十足好先生。只是儿子安吉的出生让沙溢没少吃醋，他经常会问说你到底爱我还爱安吉，然后我说那还用问吗，当然是安吉。对，后来他就适应了，对，就不会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。